跟住就係陳偉業議員。主任，我真係要跟問你，你係打矛盾，因為你城規都未過，你就已經撥款俾你嗰三億幾撥款進行呢個招標同埋審標，呢、這個係即係絕對係打，即係係不可饒恕嘅偷步同埋係呢個扭曲嗰個撥款嘅原意。你解釋下點解你要咁早做呢個招標同埋審標？你城規你都未過，你會唔會答應城規一日未過，你唔會進行招標嘅有關工作啊？你唔會嘥咗啲錢咧？局長係主席，其實我諗我哋嘅程序上面咧，其實呢一個我哋講緊咧開工啟動地盤工作係講四年，2018年。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大家明白，我哋而家呢一個咧，遲啲嚟攞錢咯。你四年後嘅嘢，你梗係嚟攞定錢，係嘛？你咪攞定一部分先咯。主席，我哋呢個咧要做前期勘探同埋設計，我哋要將勘探嘅你而家唔係淨係勘探啊，局長你唔好打矛盾，你而家直情嗰啲嘅水務啊，其他啲嘢你都包括埋在內啊嘛，招標同埋審標，你唔係淨係勘探啊嘛。好，我呢個係勘探詳細設計，我希望記錄在我哋勘探同埋詳細設計，我哋跟住之後，當我哋去招標攞到個價錢，我哋一定會翻去城規，即係立法會。如果有唔清楚，我哋後補翻啲資料俾議員咧。